友不要走开，等一下除了唱歌之外，还会有歌曲的解说哦，一定要看到最后哦。练习这首歌呢，是小朋友界的洗脑神曲，就是你放了一次之后呢，小朋友们就会一直一直唱，一直一直唱，好像被洗脑一样。如果呢，你家呢，或者你想要教的小朋友呢，有无限的体力，我建议大家呢，一定要把这首歌记清楚，放个两三次，保证他今天晚上一定会睡得很好。这首歌呢非常有教育意义哦，不只可以呢消耗小朋友无限的精力之外呢，还可以让他记住身体的很多的部位。什么部位呢？从右手咪吉贴开始，到左手希达利贴，接下来呢他们会记得右脚咪吉亚西，还有左脚希达利亚西。除此之外还有什么？阿达玛就是他们的头，还有呢屁屁哦西里。除此之外还有什么呢？你还可以叫他们转圈，转圈叫做马瓦迪，让他们一直转圈。然后呢这首歌呢会让他们呢
非常非常的消耗体力，精疲力尽，而且玩得很开心。所以呢，非常建议呢，如果今天班上呢有非常活泼的小孩呢，你控制不住的时候呢，你们呢就可以一起跳这首歌两三次，保证小孩子会很喘的开始接下来就认真的上课。那大家呢都可以试着用这首歌跟小朋友玩一玩哦。